好来，然后这边会有一个结局啊，结局的支线。那我来试试，看用这个叫醒你吧。是谁？你醒了？我说你是谁？竟然敢吵醒本王，好大胆子啊！蝙蝠们，给我铲除这帮人！是的，女王大人。你，对不起，我无法违抗命令。哎，女王还蛮萝莉的啊。我想看他们招式，吸星大法。好，再看一下他们什么招式，要不然我直接干掉他们了。哇，女王是萝莉耶，蛮可爱的啊。好啦，我要撒钱了。啊，他不是撒全体的、啊，白撒了。撒钱哦。蝙蝠女王挂了。7000多美金币，好强，我输了。其实那个是我让他们叫醒你的，因为女王大人你睡得太久了，其他蝙蝠都纷纷逃走了。啊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我也来不及说啊。对了，答应过他们叫醒女王之后送他一个神器。什么？你就想把那东西送给他们？是的，毕竟叫醒女王大人的你为重啊。好吧，反正那东西我也玩腻了。get 这东西就是神器哦，这时候可以存档哦，太棒了。对，卢角包换的神器啊。好吧，谢谢你。对了，又留下来当王子吗？只要我轻轻在你的脖子上亲一口就可以了，答应我好吗？好，我就爆炸了。大家知道那个就是魔女线的那个魔女跟勇者就是主角，就是已经签订了契约，只要喜欢上另外一个人女生就爆炸而死。因为可是我想看戏剧图啊。哦，好痛，手电到，很快就好了。哇，这个欲仙欲死的表情，很新鲜的血液啊。好兴奋啊。爆炸了。我的身体真的爆炸了。我不想啊，是误会啦。求求你复活我可以吗？我发誓我没有对其他异性动情的啊。结局，纯属误会的见异思迁啊。 Thank you for playing 傻眼。好，这是一个戏剧图啦。好，我们先读档回去。好，然后我们不选get， 然后这个时候不要选，不要拒绝，我先走了。有人要先你当王子哦，为什么不答应啊？我知道肯定会爆炸的，算你聪明。那我可以带进去吗？然后现在去哪里？
完成勇者线必要条件，获得集体复活药和灭火器。遇到一个想听用毒药将男主角，再用其他神器。OK。左上角。哦，又是敌人。哦，这些敌人很烦哎。然后我又不能，等等等等，好，还没死啊、哦？哎，为什么觉得小怪好像也变强了？是我错觉吗？没有，不是错觉，他们真的变强了。哇，小怪还要变强哦，王八蛋！那钱要变多啊！可是打我没有到很痛啦，而且我一次丢金币只能丢一个人，气死我了！魔法值不足，有啊，钱又变多了。左上角有一个坟墓，我们先，是。那敌人好烦哦！所以我走一半，然后就独挡，这样才会遇到敌人。不然就是走进去，然后再走出来，往上走。哦，找到了，在这里。这边一个要拿一个真结局的一个道具。走走走走走 ，Go Go Go！ 哇，这里很多墓碑呢，没错，因为这里是墓地，感觉这里阴森森的，会不会有鬼魂啊？你看看那边，哇，鬼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只不过是普通的鬼魂而已，反而会攻击我们怪物更可怕吧？啊，你说的好像有道理。你好，请问你是？这是一个普通的幽灵而已，但我一直不想投胎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希望在投胎之前能听一段有灵魂演绎的音乐。那么，希望你早点听到。弹奏给他听吗？遇到一个用毒药将，再用毒药将男主角毒死到灵魂状态，然后再用其他神器。哦，哦，好特别的事情哦。原来如此啊啊！原来如此啊，还要先死掉啊！天哪！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事情。可是敌人要打我，他也不一定会打主角啊，对不对？他不一定会打主角，而且也是打几十滴而已。所以我们还是要买用钱去买毒药，买几瓶啊？七瓶啊！哇，逃走花好多好多钱哦，买个七瓶吧，多买七瓶，这样应该够吧？好，然后我们再回去。然后一样用那个走到一半再独挡，
多档，然后再来用毒药毒死自己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这样是避免不会进入到战斗。好，来吧。很幽灵啊，什么鬼？嘿嘿，呼呼，这感觉真的好棒啊！我似乎弹出以前听不到的音阶呢。这种特别的声音，这就是用灵魂演绎的音乐啊！谢谢你，我愿意安息了，我这一生已毫无遗憾了，谢谢你。你终于愿意跟我们下地府了吗？请带我走吧。哼，早就应该把你带走，耽误我们时间。没关系，反正他已经死了，尸体腐烂了，不可能复活的啦。诶，这里怎么还有一只幽灵啊？我，对，就是你，跟我们一起回去吧。不要，我还不想死。你已经死了，别啰嗦。我们或许要用暴力解决的哦。什么？瓦力雷，像主角死在那边。最后秒杀中上方手 ，OK。先丢谁？丢他，丢白无常。看一下哦，我记得 ，OK， 因为我记得好像先死哪一个，有一个就一直帮他复活。哇、哦，这招式好帅哦！不过也没用，我要丢金币了，你要死了。获得20000，20000钱，复活全家桶。白无常身上掉下这个东西，看起来好厉害啊！这东西连黑无常都能复活了，估计能复活任何东西。你们似乎把黑白无常干掉了。好像是耶，是不是他也不能投胎了？应该没关系的，黑白无常挂了之后会有新的来上任，我在这里等一段时间好了。啊，我是用这个复活全家桶给你复活吧，这样你就可以重新做人了。不用了，谢谢，我的尸体早就腐烂不存在，即使想复活你也找不到往哪里使用的道具。这啊，对不起，没关系，我就留在这里等好了。好啦，我觉得今天到这边好了。我来看看啊。啊啊啊！忘记了。我想直接逃跑我主角死了，不能逃跑了。不要打主角，不要打主角。逃跑。啊，我逃跑失败了。什么啊？怎么啦？你不要这样玩我吗？我就是不想丢钱啊！
就是逼我丢你的，丢你钱就对了。哇，一万多，好扯哦！这伤害，好痛哦！丢你啊！给我三百多多块钱而已啊！我都丢你们，就已经丢了快一万了。好了，这局就这样吧。好，就去刷那个初代勇者，去刷金币，然后之后再打一个这勇者世界的 BOSS 之后，就可以回到人间了，回到原本的世界啦，不是人间，讲错。然后这个灭火器很重要啊，记得要买回去啊。复活药，复活药是要复活初代勇者，这样才可以一直刷。等等哦。OK， 好了，这集到这边啦。好，喜欢频道的话，你频道左上方图片按下订阅。然后这是 FB 直播啦 ，FB 直播啊，大家就随意看啦，就这样，拜拜。